第二个动作，原地踏步。原地踏步，每一次把膝盖抬高，踏步5到10秒。然后休息，重复。太容易了，重复原地踏步15次，慢慢的做长些时间，可以做到不休息2分钟。你现在感觉怎样？如果你感觉好，而且想做多点，那么继续吧。